扬声大师希拉里昂信息，关于身体的转变和进化。你们的身体正在进化，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些指示，而这些新习惯会让你加速改造身体的过程。来自天使与光聊。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扬声大师希拉里昂，再次和你在一起，对我和我们每个人来说总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希望你们注意身体发生的一切不平衡、经常不被理解的症状，头晕、眼花、心悸，都是你身体变化的症状。但是当然必须观察一切，以免忽视真正的疾病。因此，每当您感到身体出现任何不同或奇怪的症状时，请问您的神圣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身体失衡，还是我们身体和地球的很多变化导致的失衡呢？你的身体是在碳的基础上创造的，每个细胞、分子和原子都含有碳元素，与这个星球上的地球母亲盖亚元素相同。从以太的角度来说，你的身体正在转变为一个水晶序列。你很难理解、思考或推理这个序列是怎样的。宇宙中存在的每一种晶体都有自己的特性，使它们成为自然界中的元素。强烈，有时非常难以穿透，但具有非常明确的能量特性。当我们谈论水晶底座时，没有人会变成水晶，也没有人会变得像水晶一样坚硬。只有你会有一个基础，可以让你有一个身体，但不像你今天的身体那样，那也可能是一种微妙的能量。你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很快，你会开始注意到你的身体不再一样了，感觉有些奇怪、不同。你将能够有效地改变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和手指的大小，成为非常不同的人，更接近你的灵魂所属的人。在这个维度中，没有人会看起来不同，因为这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太冒险了。但是你越接近第五维度的能量，你的身体就会越像你原来的灵魂存在。而这一刻，你将不再置身于这个星球的大宇宙之中。不知何故，你会在另一个安全、和平的地方经历所有这些转变，而不会受到威胁。你看，这个过程对地球母亲盖亚和你来说都在快速进行。此时最最重要的是多喝大自然的水，最好是纯净水。但我知道对于这里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尽量喝矿泉水。我也知道这只是适用于某些人，但至少您每天在水中放一点糖和盐，不必一直如此。每天喝一整杯，加一小勺盐和一小勺糖，只需微量，这将帮助您的身体系统尽可能保持平衡稳定。无所畏惧，前景是最好的。当你转变时，疾病就会被消除，因为你的身体将能够做到。因此不要因您所出现的症状而耽误药物治疗，反之亦然。你们每个人都倾听自己神圣的灵在，并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经历什么。无所畏惧，一切都由父亲、母亲、上帝协调，以便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孩子都不再遭受通过各种环境和他们吃喝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疾病。一切都会改变，很多东西都会不复存在。慢慢的，你会养成新的习惯，而这些新习惯会让你加速改造、转化身体的过程。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害怕，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所有人的安全。做好准备。身体症状。日子越来越亮了。这是因为中央太阳的能量强度每天都在增加。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是新的。新的是你们每个人是如何经历这整个过程的。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些指示。到达的能量不为你的身体所知，它是一种非常高振动的能量，你的身体不习惯它。而这种能量能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呢？失衡、失眠、头晕、头疼、恶心、震颤、肌肉酸痛和过度疲劳的过程。你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或没有这些症状，多一些，少一些，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之所以我们一直告诉你要尽量保持身体清洁，多喝水，吃健康的东西，适量的饮食和运动，当您尝试遵循这些警告的次数越多，您就越容易完成所有操作。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身体越不平衡或受到污染，就越难度过这一切。这是因为除了传入的能量外，您的身体还需要代谢并排出其中所有不好的东西，从而给你们所有人带来很多不适。现在是清淡饮食的时候了，吃得尽可能新鲜和自然，适量的水果、蔬菜和植物，尽可能避免肉类，并防止一切动物源性。你的身体其中大部分不能再充分代谢你吃的动物源性食物。开始观察这一点，不要强求，因为越来越多，你的麻烦会越来越多。这不再是选择或原则的问题。你们的身体正在进化，一些动物来源的东西没有适当的落入你们的身体，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受到结果。改变的时间早已过去，有些人仍然坚持。我们了解食物通常不利于完全放弃动物性食物，这对你自己的健康有害，但不要每天都吃，至少一天不吃任何动物。吃一天而不是第二天，让您的身体有时间摆脱前一天吃的东西。请不要让你的身体超负荷，并且注意你在吃什么。我们知道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这并不简单，但至少尽量减少数量。例如，不要只做动物性食物，让它成为你盘子里最少量的食物，直到你逐渐开始平衡并放弃这些食物。另一个关键点是感受。当你没有散发出积极的情绪时，你的身体会抱怨。症状可能比我已经提到的更强烈或不同。你的身体变化如此剧烈，以至于你们中的许多人都需要药物治疗。不，我没有夸张。如此多的能量和变化造成的不平衡是如此剧烈的，以至于你的身体没有时间保持平衡。如果已经有问题，它会加剧。因此，此时此刻，当你们每个人出现持续不断的症状时，有必要就医，并在能量平衡的同时服用药物。扬声大师希拉里昂的祝福。Hi Loria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